黄宗泽、吴卓羲和马国明呢日就一起出席网剧《飞虎二》的记者会 ，Bosco 仲预告将会在剧入边露下半身。唔系下半身嚟讲咧，可以包括系对脚嘅，即系除鞋就得噶啦嘛。唔系脚毛，而家脚毛系好吸引嘅男人。系，因为差唔多部部都剥过晒，我谂住唔剥噶啦呢套，即系冇乜再需要噶啦。大家對我的身體都很熟悉咁。今次難得他哋三個事隔十幾年終於再合體，但係就好似仲爭林峰喎。打我電話俾阿峰啊，係唔係鬥口鬥面問？鬥口鬥面問㗎。係，咁佢我話喂，其實咧可唔可以喺我哋飛虎度嚇武奇？未串都未講個串字。係啊，咁佢冇，因為佢而家本身佢啊拍緊電影嚇，咁啊所以就可能個時間就好難走。